新竹县政府努力半年前提出的是客家保存延期新加坡成立的农民促销站，现在买从台下北银行买东西不离片，故说去年同文化局的搭合，同延期十一号卡台的空间原本县政府的农民服用，经过总统整理过后，今年盼的开幕仪式，本民众就在提公共有舒适的环境来买东西。农业界硬是表现为农民吃小站开幕喜不过后，天天出黑的梦仪式。地主被实行啊，不该农民去挑战，还得民国就把空三年改下，就让农费向后生农民受训的改，为对口播，抢水果子还七七个，手机绕 Q， 上了过后，再两批送到去挑战来卖。不过本单 Q 个卖超，受到空间的限制 ，Q 年是明年改下，给天外赛走。新瓦屋七号店空间比较狭小，采光不足，环境。购物环境也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这样来搬迁，所以搬到我们的新瓦屋的十一号柜，这个空间就比较宽敞，购物也比较舒适。如果两就发改促销站，除了就抢眼农民改农体产品，还就小农老就给农民改抢菜进外，还就新主任十三用军是农费改农体产品，认为高黑将来就直接送过来，所以促销来当多个民众来买。比较旧式的房舍里面啊，它的摆设会比较分开，这边集中的话，然后冷藏这些，反正还蛮干净、蛮清爽的，对啊，就是消费体验还不错。就是因为它这边好像蛮多都是农民直销的，所以以蔬果类好像蛮多种类的，对，也比较新鲜的感觉。新竹人农会讲，认为新加坡系挑战界客家文化保存软件，所以将来就可能会规划增加美食区。按我外人是建议下，系来了解世界，从双耳朵采集界客家美食。客家新闻，汪凤幺，新竹报道。